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现在我们要继续玩《笑傲江湖二外传之东方再起》。那上一集我们解救了李通，出狱之后呢，扶桑人来攻打新化城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出城去外面的小森林，先擒贼，先擒王。糟了，是恶鬼镰刀之称的大谷亲卫队，他们老友一律屠杀，不留活口。永田镇想的就是他们干的，快救这些百姓！哼哼，不自量力，带着念念下环泉报道吧，能为这些无辜的百姓报仇。然后那个音乐的问题呢，还是没解决，所以我放弃了，所以我打算用后置的方式把音乐补上。乡民的绝招只有两个而已，不管对怎样的兵器，不管对手是怎样拿怎样的兵器，只有两招，相当的少。OK， 这个人血蛮厚的。你哪样？怎么会？我不甘心啊！哼，你是最有应得。小米怎么跑那么后面？队长。小米，你怎么在这？我们看你往太刚往林蹲低。对，应该是这。小心，前面是风魔忍者所惯用的迷阵，天狗咒杀阵。用的迷失方向，丧失心智。在东瀛能操纵迷阵的风魔忍者并不多，这个人必定大有来头。你看要如何破此阵势？放心，只要能找出五行阵脚，铲除拔除之人，便可破阵。如此大费周章地布阵以待，看来敌营就在附近，我们要步步为营。攻略说这边是打敌人破阵的那个顺序是有差别的，就是要照顺序打就对了，简单讲就是这样。
顺序随便拿、啊、随便走。哦，这个是过不去的。OK， 这是 OK， 打这个就不会遇到敌人了。等一下哦。因为攻略有说要走哪边，然后可以打先打哪地，可是他写那个方式，哦，遇到了，那是找到了，这人一定是把守五行阵脚中的其中一人。只要打倒他后，就能将名阵的一部分给破坏掉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不会对他客气了，上吧。哼，感觉很弱啊，不是刚才打过吗？左边吗？是嗯，没事，你差不多也快了，快去吧。哦，我觉得他打五只，然后就会有一个迷阵消失，这样。没记错的话是这样的。OK， 这个是。哦，遇到了，找到了另一个把守五行阵脚的人。你们这些为天下不乱的家伙，通通给我退下吧！我血也很厚啊。好，直接必杀技。好像有一个秘籍 要去拿，听说很好用，可是我找不到哪里。
这个地方我先绕一下。不过这款游戏的秘技也不能用怒气值，有点可惜。如果可以调秘那个怒气值就好了，无限放招式。就会讲说，你打倒一个，有些迷阵就消失，但是他不会指引说哪一个地图的迷阵消失。那在这边就一直乱走了。而且他们是有顺序的，意思是说，你没有先打那一次的话，你走到刚才的地方，就是打第二次的地方，是不会触发剧情的样子。印象中是这样啊。这里不行。好，音乐没了。这两个都没有。我打到几只啊？两只嘛。哇！好了，我们先跳过。好，遇到第三只了。咦？究竟是谁支持你们的？凭没几人之力，不可能完成这么艰难的阵法。小心！那不是重点，将军。战斗不是重点，因为这边敌人都一样，所以这边也快走掉。OK， 好，这是第四位把守之人了。看来此阵也不够你，既然不愿透露大将的姓名，那我就直接将他揪出来。你们这群虾兵蟹将，别给我挡路，闪开吧！啥？好了，一直一直打一下，不会耐久。就这样，好，直接跳过了。OK， 然后那个秘籍，我想一下哪里。二三四，最后一条路那边。这次要拿一二三四，四之四哦，是吗？我卡住了，等一下哦，不是这里啊，我们先快转。是魔力之天。原来是异后流的杂碎。师兄，这是风魔流首领魔力之天，忍术高强，是忍者中少数拥有强大念念的人。
这种能力可轻易杀死任何人，连我父亲对他都没有唯一的把握，请小心应付。看来只能从正面突破了，你自己也小心些。哼，小心。我这边战斗音乐很平常。他用大比招吗？不会。我刚全体生命。伤病太高了，好像打不到。过来帮忙，李兄，不用费力了。那角色也是预先藏在牙中的毒药包，毒性猛烈，也救不了他的。到底是什么让他如此视死如归？我连话都还没问，任务失败就必须自尽。一名落入敌手后囚禁不起星球而泄露机密，这是所有忍者共同遵守的规则，也是所有忍者的宿命。想很了解他们，福布姑娘，走吧，已经没多少时间可以浪费了，我们赶紧上路。连身为风魔上人的魔力之剑都出现了，究竟还有哪些人来到中国？就这样放他们走了吗？好，既然这样，就让你放手去做。不过给我记住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。如果有敢有任何的异心，我会亲手动手杀了你。他跟着讲话，我都没看到啊。OK， 好，我们快转。好，我们直接把第二迷宫全部破完了，那我们直接进剧情吧。大地图的秘密，你们是什么人？竟然敢闯硬闯本阵？原来是你，早就
一个该死的人，你不要知道那么多。只要你愿意投降，并且把其余同党所在的位置以及有关的情报全盘托出，我可以放一条生路走。哈哈，我还以为是什么，原来不过是伊贺流服务帮战士。哼，看你们伊贺忍者还蛮有本领，居然可以追查到这里。但是就凭你，恐怕还奈何不了我吧？就算是你父亲出马，大谷行不及迹，我也一样不看在眼里。你找死！这里不知我是谁，我一偏偏他在下之地，是大明水军参将一同，用戚继光戚将军之名来劝降。我大明军已将这里统统包围，四将就快投降，并退离大明，否则我军一律格杀无论。哎，那个蓝色的字不是心里旁白哦，原来是没用的明朝军人。你们来再多人，我也不怕，这样也好，省得麻烦，就一次让你们全部消失吧。废话少说，你其他的同党呢？他们在哪里？你死了之后，我自然会告诉你。为了让你黄泉路上不寂寞，我大谷吉继保证之后一定让你父亲跟你在地狱里团聚。你身旁那位明朝将领是你的小情人吧？那我也就好人做到底，一起把他跟你一起杀了，那你们俩死了也好做一对鬼鸳鸯。住口！该死人是你。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就是战斗系统变怪怪的啊，先不管。这招算了。
天去见他一个大人了。你们就先存在得意吧，但不论是谁都无法做成那个计划成功。我会在地狱里好好看着你们两个下场。喂，你墙上通道呢？他们在哪里？快说啊！你给我起来，快点说，不准给我死，听到没有？福布姑娘，福布姑娘，不用再问了，这人已经死了。可恶！这些早在死在官员之战的鬼，出现在中国，到底想做些什么？每一次都晚了一步，这样下去，我永远别想完成父亲大人所托付的事。这边有东西吗？看一下，好，看起来是没有。好，怎么的？小米的，有些事是急不得了，没有下一步的线索，那是神仙也不能看出端倪的。事情不是说没有线索就可以不理会的，没有线索，我就必须要把它找出来。我是福部半藏的女儿，如果连我都不能完成父亲大人的使命，伊贺流难道不会因为我的蒙羞吗？我认为，你要这么觉得，我也只好留你，让你那姑想想自己，别老是想着任务。这种语气不太好。令尊绝对不是要你做一个只知听命行事的傀儡而已。一，我好像帮人家。听我说，现在这条线索一断，你必须另外再想想法子，看看能否从其他的地方找到蛛丝马迹。你听到了没？冷静点。我知道了。不如这样好了，我们先回仙化城打铁铺。那里有我的部署，或许他们知道些什么我们还不知道的线索。不过也能够表现出自己心中的思维，这样也不错。别老是把心思藏着，那对你并不好。但你要记住，着急对事情是无法任何的帮助，只有以平复的心情面对，才能克敌制胜。要相信你自己。想跟我说谢谢还不会太晚，不过先办这事要紧。走吧，我们回杏花城去。哇，谢谢！哇，好可爱哦！好啦，这集到这边结束啦。那喜欢的话，到影片的左下方的图片按个订阅，到左下方的小红色框框按个订阅，然后可以到我粉丝按个赞，追踪最新的消息。谢谢大家继续收看喽，谢谢，拜拜。